第一站。基隆书柜 ，OK， no problem。民众来咨询或者来申请的话，我们一律受理。就是希望让所有民众大家能够畅通无阻的来进行所有申请的一个案件哦。另外呢，当然基隆市 OK 没有问题，我们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个事先的一个准备跟努力哦。简单来讲哈，这个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啦。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所有民众大家能够了解到相关的一个规定，那并且不要白跑一趟。那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你就可以接受到迅速的一个案件的受理。那之后呢，我想只要经过审核，我们会用最优先最快的一个速度来核拨相关的纾困的一个经费，让这些纾困金能够尽快到民众的一个手上。